试一试它的油耗。走，我们上车。我们呢也是一行四人，主驾驶是吴佩，副驾驶摄影师李浩，吴毅导演刘成。我们先加满油，经过平山比亚迪工厂，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左炮台后，我们再次加满。两次加油量的量差除以我们的公里数，就是测试油耗了。加满这一缸油，今天我们的油耗测试就要开始了。加油完成后，我们把这台宋 Plus 的小计里程一清零了。你好，小迪。我在。导航去中英街。准备出发，全程37.5公里。这次的油耗测试，我们从平山出发，走上惠深沿海高速，去到第一个目的地沙头角中英街。然后进入市区，经过了深圳最为拥堵的深南大道，抵达第二个目的地世界之窗。水围村的大有利茶餐厅是我们这一次的第三个目的地，在此吃中午饭，然后去到我们的终点蛇口赤湾左炮台，完成我们的油耗测试。再次开到这台宋 Plus 的时候，你会感觉一件事，就是一般这种十来万块钱的车里面，你能够开出这样的高级感，哎，还真不太多见。你看这套内饰，就像米开朗先生以前给我讲的，有一个悬浮感，然后会有一个横向的去拓展，然后你再看这些皮子也好，大液晶屏等等，它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自己在开这台20万以上的车子。这台车开起来的这些质感啊，底盘的一些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它可能是比较宽的原因嘛，所以这台车其实稳定性做得会特别好，像过一些这种接缝的时候啊，这些处理的方式也是柔中带刚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不会让你变得特别不舒服，但是你又能够感觉到铿锵一下有一些相应的路感来了，所以整台车开起来还算是比较好开的。往大鹏方向。从宋 Plus 开始呢，比亚迪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1.5T 骁云。那这个骁云发动机呢，做到了185匹，288牛米的扭矩。这个动力参数呢，应该算是非常强的。那扭矩方面，288牛米，其实这个也是对日常的驾驶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你日常行驶的时候就已经有宽厚的扭矩带了，所以变速箱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在这个厚的扭矩之下，它就可以调得相对更平顺、更省油一点了。那整套的动力呢，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拿来去做加速的测试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跑一段的山路，跑一段的公路，再跑一段的市区，模拟这个深圳正常的一个路况。你知道吗？就过到这一边就是香港了。我们来一首怀旧的歌吧。你好，小迪。放一首《狮子山下》。一下几十年，这深圳的变化真的很大。你就说这汽车吧，几十年前深圳人还不会造汽车，几十年后深圳造的汽车已经是各种科技配置都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另一个深圳的窗口了。你好，小迪。我在。导航到世界之窗。这台宋 Plus 呢有三个驾驶模式，分别是节能模式、舒适模式还有运动模式。那想一想得到嘛，现在节油的时候我肯定就开一个节油模式，然后小心的去踩油门，对吧？到深圳呢现在还是将近30度的天，空调我们依然是打开的状态。那前一段我们跑下来好像油耗呢平均是6.6，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会更拥堵一些，可能油耗还会更高一点点吧。你看看，一到市区一堵车，油耗马上就到了8个多油。如果你只敢花200块钱就想去巴黎，那就来世界之窗。
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在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维纳斯、大卫，还有印度的，还有埃及法老，大家可以站到门口一起来迎客。咱们进不进去？有没有预算啊？这个不提供门票，不提供门票。那咱把钱省下来吃东西去吧。再来一张照片哈，来，三二一，一，再来一张，别停，不要动，再多拍几张，好，可以。你好，小迪。在呢。导航去大有利茶餐厅。维持到中式的，这是当时香港的中英文化交融所产生的一种饮食文化。但到了深圳以后，其实也加上了一些大陆这边的饮食元素，比如像今年螺蛳粉很火爆，对不对？茶餐厅现在也可以吃到螺蛳粉。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哎呀，没有烧腊汁。导航去左炮台附近的加油站。怎么觉得车子的加速没上五块了？是不是大家吃饭吃的有点太多了？这么一算的话，我们300多块钱，每个人都已经吃了1公斤的食物了，所以我们下午的加速应该会受到点影响。开玩笑的，下午的时候我们要去往的是左炮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会比较小心翼翼的踩油门，看看最低能够跑出一个多少的油耗来。吃完饭以后脑袋就开始有点缺氧的感觉。好在呢，这台宋 Plus 有一套自动驾驶辅助 L2.5级的自动驾驶辅助。打开这套系统以后呢，它会有全速域的 ACC 跟车，也会有车道保持的能力。此外呢，它还能识别交通路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低速的状态下呀，它依然有一套叫做 TJA 的系统，可以让我们的车子呢在低速的状态下也有这样的自动驾驶辅助的能力。这个是加油站吗？啊，对，就这了。你好，这是你的。师傅，我这个92帮我加满。哇，看这个。啊，没了。好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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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八升油，好了，可以了。10号厢加油45.21元，8.19升，请扶好。八升油，我们总共跑了8.19升油，然后除以我们现在表上是108.9公里，所以算下来是7.5升的百公里油。
终于到了左炮台，看看这边海，一片繁忙的工地，就像深圳每天日新月异的样子。那今天的数据呢，我们已经和大家做了汇报哈，7.5升左右的油耗，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的了。首先是我们有4个人坐在车里，还带着行李。第二呢，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省油，该开空调还是开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走的这110公里的路，只有10几20公里是高速公路，剩下的呢，就比如像罗沙公路、滨海大道、深南大道、特别拥堵的前海路等等，这一系列都是我们在每一座中国的城市里每天都会遇到的日常的路况。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路况跑下来，7个多油的表现，我觉得这已经是比我心里面那个油耗已经是低了大概1升左右了。那到底怎么样去做到的呢？我们说双离合的变速箱本身传动效率就高，这一点大家已经知道了。它用了350巴的一个喷射压力，相比于以前那些200巴的喷射压力，它可以把油呢打得更碎，去放到燃烧室里燃烧，所以这样的话雾化效果更好，也就更省油了。看到低惯量的涡轮可以在1000多转的时候给我们把所有的扭矩给放出来，比如像到了高速公路的时候，它就可以切换到米勒循环，这样做的更加省油一些了。所以这一切都是靠科技来去达成的，这是我们今天对于一台比亚迪一个全新的认知了。科技日新月异，设计龙泰传神，油耗勤俭持家，这是比亚迪的大学之道。